原标题：孔子到底是不是迂腐的人？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孔子的政见，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一直说自己是宋国人，是当年宋国公族后裔。这种充满贵族血缘的说法，无形中为孔子的身份加了分。反正当时就是乱世，而且列国之贵族常常迁徙。至于孔子到底是不是贵族后裔，诸侯列国们倒是没有怎么在意，但这样的身份在儒学后世们来看就是非常重要的。儒家们尊崇为祖师爷的孔子，至少不是什么出路不明的人。更重要的是，孔子本身就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孔子这个人看人看事很软，而且往往坚定不移。孔子终生立志于弘扬复古运动，可谓是抓住了诸侯国君们的痛点。当时正处于春秋末世，诸侯纷争迭起，究其根源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和人心沦丧。而周人最为推崇的是自天子而下的分封体制，即君君臣臣，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臣僚要有臣僚的样子。这句话的重点其实是在后者，就是臣僚们不能无缘无故地反对君王。如果孔子推行的复古运动能够实现，那么在春秋末世的朝臣是杀君主的世界就不可能频繁地出现。孔子的政见，孔子是非常聪明的政治家，虽然他至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在哪个诸侯国中成为重臣，但他的观点在后来的数千年之间往往被那些忠臣良将视为圣经一般的存在。自孔子而始的儒家成为中国最源远流长的人文学派，不过也有很多人诟病儒学的死板教条和因循守旧，说孔子是迂腐的人。说这种话的人往往没有思考过，身处乱世的孔子提倡复古运动，何尝又不是一种变革呢？事实上，孔子并不是什么迂腐的人。在春秋战国这样的时代，任何所谓信仰都是可笑的。整个诸侯纷争之中，遵循的就是强者越强，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这个法则背景中生存的人们，很难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要不然四处漂泊，要不然战死沙场。也就只有那些世袭的贵族们，才能在历史的边角页上留下残缺的身影。整个春秋战国就是由各主体周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权臣、军队、百姓参与其中的丛林游戏。这场游戏就像狩猎场一般，猎手和猎物的角色在不停的变换。在这里没有所谓的正义，没有所谓的道德，只关心谁的军队更多，谁的土地更广，谁的人口更多，谁便是霸主。这样的法则对周天子乃至周天子所分封的那数百诸侯国则是不公平的。他们在春秋末世已经大多被强国所兼并，贵族血缘的传继渐渐出现断层，这也是孔子家族沦落的根源，也是孔子从中探索出一条改变这种政治格局的方法的根源，那便是复古周礼。孔子的政见有意思的是，孔子的成长过程似乎就和很多人不同。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别的孩子满地乱爬的时候，孔子就喜欢跑去看别人家的祭祀活动。要知道在上古时代，祭祀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王侯将相之家，祭祀是有着非常严谨的程序的，尊卑不同则规范不同则礼数不同，用我们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要有规矩。事实上孔子被人们说成迂腐就是这个原因。当时的乱世，虽然各大诸侯国都在说周礼，但真正遇到权力争夺战的时候，周礼往往被抛到了脑后。孔子复古运动的初衷就是要教会大家守规矩，要规范人们的行为。孔子周游列国数十年，因为复兴周礼的事情很容易受到诸侯国君的认同，却很难得到卿大夫权臣们的认可。即便是在齐国与名臣晏婴相遇，晏婴也对孔子没有什么好感，专门跟齐景公说孔子这个人所推崇的繁文缛节
对齐国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孔子懂得很多，想要推行的也很多，在信仰者面前是光芒万丈的，在嫉妒者或不同立场的人眼中就是可笑的迂腐主义者。当年在鲁国的时候，祭司组织64人的舞蹈对表演，孔子认为这是天子才应该有的规格，就感到非常生气。可是生气有什么用？即使还是我行我素，孔子没有任何办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